好来，谢谢，阿来感谢对咱电视机前所有敬爱长辈这些时代。下礼拜时间呢，啊，同款继续甲咱锁定，甲咱收看，为你打拼，谢谢。爱你就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站在人海中，你可比？上港的彼粒星，每日打拼打拼，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叶启田先生来到现场啦！啊，这个安排的生命经啊，这为你打拼，谢谢。爱你就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站在人海中，站在人海中，你可比？比上港的彼粒星，每日打拼打拼，有时无惜生命，就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好嘞，感谢罗拉，哎，感谢着咱真侪电视机前敬爱咱这长辈这时代，且听着咱这阿公呐、这阿妈、这阿爸呢，我呢都个都说大姐小妹，这个非常感谢。是啊，最准时哈、哦，这个六点八点。农民的拜日啦，哈、哦，好好好，暗时啊六点到八点。是，农村时是看到金凤啊、甲小龙，嘿，啊，你这辛苦为咱服务的节目就对了。是，哈、哦，这个两点钟哈、哦，有点苏老师跟小龙服务呢。是啊，今天你较特殊。今天哦，因为这个咱邀请到这个算大来宾，这大来宾的当中，这无法度简单邀请，不是亲亲。啊，这嘛不是两三句的介绍的清楚的。安尼吼，这真正有影事实。最近讲咧筹备这个哦，这个演唱会。对。哦，所以讲这个演唱会当中吼，等一下，再邀请这个叶启田先生本人，咱的报道歌王呢，对啦，啊，再来上节目，再伊替咱的好朋友哈。辛苦来给您做邀请啦，吼！来，谢谢，感谢哈！啊，对着咱顶旁的主持人呢，服务了无对的啊，无清楚啦，无了解，无详细，对着咱本公司的产品呢，任何啊问题啊，拢总啊敲着咱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255365，0800255365，电话才麻烦得吧，得利用哈。这个沟通哈，咱有专人替咱好朋友做服务哈。啊，来现场当中哈。啊，咱先来开讲报道一下啊！要甲小龙，要甲金凤开讲报道的。是啊，这个现场哈，551300，我波头，请来记者加零五的头前电话，才麻烦多拨多利用哦，谢谢哦。来，这个咱的宝贝妈，
马姐，爸爸儿子，嗨嗨嗨，马姐你好，你好，马姐你好，马姐你好，老早老早哈，哎呀，好，叶启田先生来，听到我的歌声到现场啊，哎呀，哟，叶启田先生演唱会，真真啊假啦，真的啦，真的啦。你感觉你看，你看，不是这啦，本人啊，本人，本人来的，你提一张纸好，伊甲讲你遮，啊，到你遮哩，吼，就讲提相片，吓啦，特别看相片，甲无作证，一旦下上节目，甲你邀请哈，邀请来看伊的这个演唱会安尼，是啊，是啊，哦，啊，你有要去甲看演唱会无？台北，佫较无又爱去，都对。那是伊的夫人哦，哎，我唔知，我当作迄伊的助理呢。哇，你对苏老师的代，苏老师的代志较了解哦。你是妈子做啊？你安尼讲。但是伊助理倒不是我啦。看伊助理，助理吼，几落届，几落届拢无共个助理的。你哪知？知啦，我煞会唔知。啦，妈子无早讲，我嘛对来看。啊，啊，我点点啊行动。对啊。来，我讲迄个，叫你来看叶启田大哥的演唱会。嘿，三月十八、十九拢在台北哈。安尼好吧，三月十八、十九。诚心给你邀请哈，谢谢你，感谢你哈，苦得吧，苦得吧，谢谢谢谢哦。嗯，来，这个咱的金小武啊。啊啊啊啊！嗯啊，龙啊，嗨，龙阿姐，你好你好。啊，我今晚在学卡起来。啊，你哦。你那卡问你，你就讲苏老师欠我钱哦，你得问。苏老师你好，好，后伊参加会员。啊，前几啊年前我看，啊我来，我花莲啦。你花莲呢啦？嘿啊，前两三年前我看，啊，迄日啊，顶下啊，我咧卡，咧，伫要甲你讲话，小龙接着讲，伊是安那有欠你的钱哟。哈哈哈！啊，你开玩笑啦，哈。放假啦，无好。哟，啊，你好，你住伫？花莲，吉安遮。花莲哦。迄日我嘛有去因迄庙遐游来来花莲。好，真好啦，真好。啊，甲你问好，啊，你的身体加较好啊啦，哈。有啦，有啦，有啦。嘿，有较好就好啊。有啦，谢谢啦，好，好。身体健康，食百二啦，哈。OK， 谢谢啦，谢谢啊。小龙啊，感谢你哈，谢谢。小龙食百二啦，哈。好好好好哈，好，谢谢你，好。嗯哼。以前一个迄狂阿囝，偌水哩。没有啦，对啦，对啦，引导。好啦，甲你问好哈。好啦，甲你问好，好。谢谢，谢谢。啊，你身体健康。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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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回家注意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再见，接来接来哈，来这台南哈，阿华母来了，喂，咱龙龙阿囝，哎，你好，这久无向你讲话啊，要多谢啦哈，叔你好啊，哎，你好，我阿姐哈，哎，我等何门啊，阿未来，好，你等乌鸟呢，好好好，要鸟鸟嘛啦，哎呀，大家姐啦哈，好，好啊，啊，叶启田先生等一下要上。我要拍倒去呀！你挂电话挂啊紧啊嘞吼！来，这个咱的迄个水英武啊来了嘿。小龙，苏老师，我过来礼拜。安尼哦。你讲我拢，你拢爱咧唱歌，我就卡拢为别人心跳。电话不是得别人心跳啦，电话哦。苏老师，你唱，你做一只变落去就好听吼。变落去哈。你捌听过啊？你。哦，我听做一摆。安尼。啊，咱就是爱变落去。哎，你拢有记听哦？你袂记咧？我家己啊。哦，你台了，无拢唱你的歌。我在水英啊啦。天哪，安哪。哟，你好，你好。我听你的歌呢。安尼你呀呀。天哪。啊，你去也蛮等啊讲呢。哦，我拢留咧做纪念，我。迄阵要穿面霜足贵，无当买呢。我知啦，迄有钱无得买咧。哎，无当买。哎，美玲总总包迄边定。我知，迄歌手。嘿，伊拢唱你的歌。歌星啦，迄算知己个，我那么知。我拢两个拖出去唱，我拢叫伊唱你的歌给我听。哦，安尼你啦。天哪，你不中哦嘿。好啦，好哈。好，阿车来了。阿邀请来听迄个叶启田大哥演唱会。刚刚白，我要去听。哦，你要去听刚刚白。刚刚白啦吼。刚刚白啊。啊，你票拍好了吗？
我甲你讲吼，先慢车拍。我讲全省各地吼，斟酌注意甲听。咱电视台，电视台这边。等下有较搁较好拍啦。等一下有烦恼，天天等等的有要招相的就对啦。有要招咱电视台这朋友要做。好好好。我就不用拍你。安尼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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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哎，谢谢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哎，有想要去听？还未拍票的朋友来斟酌注意点，等一下看电话嘛，嘿，来哈，这个咱的新朋友来了，嘿，喂，来嘿，新朋友，嘿，苏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安尼你会认你声无？这么近来，耳孔较重呢。伊安尼吼，你讲我永康啦，我小华啦。哦，哦，你小华姐哦，你啊住伫永康啊，住伫新年啊，对不对？我伫永康啦，啊，我讲永康甲新娘，哎啦，永康甲伊的啦，咸水，对啦，什么我苏老师永康，永康啦，永康，你讲个永康都对，啊，永康是永康，啊，康就是爱用啊，你无用要安怎用？我康就是要用的啊，什么我苏老师足久无看，你的另外我写无，我互你永康。哈哈哈哈哈！苏老师，我好多在看到咧。哦，这原来老朋友呢。哦，你安尼吼，哎，你拢无小少问咧，安尼唔好呢。我报纸有看呢，你无看呢啦。这一个礼拜才看到苏老师哟，这礼拜才看到哟。我即久才准到。安尼哦。哎呀，真旧年的。即久啊吼，伫迄边伫咧准那准到。真旧年的有啊啦。有吗？有啦，礼拜四啊，娘娘啦哈。安尼哦。对啊，礼拜四啊啦。哎，苏老师，我们很想你哎。安尼哦，谢谢啊，你要逐礼拜甲你锁定啊。是啊，吼。哎啦，你我甲你讲啊，苏老师，你可能你安尼印象安尼对我无好呢。印象足好呢。我唔知啊，怎讲你带咸水？对啊。唔知啊，怎你永康呢？对啊，系啊，哦对无，啊我比你较侪岁啊，你袂记哩，差唔多啦，当然啦，甲你问好，啊即摆苏老师吼，啊我讲互伊听吼，来迄个时阵你若有影伫遮吼，我再甲你加入你的会员啦，好啦好啦，欢迎你啦，欢迎你吼，对啦对啦，期待你来参加我的会员，我知啦，你的人做阿莎莉的，感谢啊先甲你说多声啊，温正人吼，谢谢你。我这个卡互你啊，手机要换无？手机拢无换，都无钱通换你。你讲无钱来换，好啦好啦，我知你的手机号码吼。好，好，好，谢谢。我就是讲要甲你问看看有较好无？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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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啦哈，好，后手要人哈，后边要朋友嘿，好，接来哈，好 ，OK OK OK， 恭喜大家都啊，恭喜大家都哈，来老母啊，来你哟嘿，好咯，来你哟嘿，老师你好，老母啊，老母啊，我讲要开店。要来，我是欢喜噶。你若想讲，我今日拼恁公司。啊，你哦，你少年时候哪会听伊歌吼？我是伊粉丝呢，嘿啊。粉丝哦。伊逐场演唱会我拢在家搞，我一个月前票都买好啊。啊，你买好啊，吼啊，你好。买好，恭喜！买好就买好啊！你买偌济？买你第几排？两千多块啊！哦，两千几个就对啦，台北的。嘿啦，啊！我问陈老师讲，伊就要买啊，无安那会拢点点，我较紧去买，嘿啊。不是，因为陈老师吼，伊只逐场吼，伊敢那讲听讲要去三四场，拢要去的哦。安尼哦，哈。嘿啊，伊都咱听友太济吼，台北那边敢那两工一工要去看，台中的家己的拢要去看。安尼吼，要安尼哦，我要台北的啦，我要台北的啦，吓，好好好，啊，啊有拍到好啊，票拍好就好啊，吓，都安尼咪，安尼吼，讲要参恁来，参恁来，啊，因来拢无讲啊，吓，我先去问吓，有啦，安尼啦，台北的你拄会到陈老师，哎，你有会到伊，嘿，你有会到伊，嘿，十九个敢拄会到，十九个，伊敢那十九个款哦，敢那礼拜哦，嘿，安尼哦，嗯，敢那是，嘿，安尼好吧，哈，好吧，哈，好，好，拜拜哦，好，谢谢你啊，想讲我今日就正呀现场甲看。因为逐场演唱会我拢有，安尼有诶是机会，有诶是机会，哈，对啊，以前古早迄南北歌王来阮遮台湾迄个，视频顶台吼，迄个顶台吼，我拢看到点嘛，做伊那看到点嘛哩，嗯，较早电影做南北歌王，出南北歌王咧，啊，视频顶台，是啊，啊，佫伫出来好兴，了解，了解。好，好 ，OK， 好，好哈，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来，我看搁一通就好，好，搁一通就，咱搁接一线就好啊，嘿，好，来，咱这个家己的新朋友，来家己的，嘿，嘿，你好，苏老师，嗨，
我家谢大姐啦。啊，谢大姐，谢大姐你呐？你好，你好。哦，真久不见面。哇，你也好。会啦，弟弟好啦。有啊，我什么随人才呢？你袂使。我呢，你大伯，我大伯就会找你，你也去家里。有啦，会啦，会啦，谢大姐，我知啦。我阿哥咧做妹妹啊，甲我打电话甲我讲的呢。弟弟就好个啦。啊，随。做妹妹你知无？做妹妹哦，系啊，巴德做妹妹啊。我即摆记忆较无好。系啊，较侪甲我讲啊，讲今日去过看。叫你礼拜四啊啦，礼拜四啊。啊，你着准安尼，步步高升准拢安尼来，咱拢无去啊。哎啦，那着手机啊，手机拢放弃啦。哎，我甲放进去啊。无啦，手机啊放弃啦，你个电话无放弃啦。哈哈哈！伊毋是步步高升呢。哇，你继续笑人呢？伊是身体欠安呢。哎，伊是身体欠安，前一阵啊，前一阵啊才休困呢。我个知影啦，你知啦，知知。伊个人唔是讲有趁有啊，都啊无做呢，伊是唔是安尼呢？哎呀，这苏老师，我都想了解伊。了解了，了解了吼。这边咱底下咱朋友比朋友较好啦。安尼哦，比朋友，阮比朋友较好咧。比朋友较好就七大。啊，无啦，吼，唔是安尼哦，哦，唔是安尼哦，哎，我想讲着朋友后去比比，哦，亲情啦，有啦有啦，好，我当作是亲，比朋友较好，就是变做朋友啦。哎，叫阮阿龙叫姐夫啊，安尼哦，亲情亲情，阿谢大姐，家己阿个家己人，你算同乡啊你，安尼哦，有啦，哦，赞赞赞，阿姐你带家己吼，有啦，家己只互你招一个，你出边隔壁亲情五十，嗯，来听入去电影演唱会啊。特别演唱会，也可以电视演唱会。啊，这个电视广告啊，那你拢无看啊？伊都拄，伊都，伊都拄转过来尔哩。哦，哦，你打转过来尔哩啦。嘿，那我打转过来尔啦。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啊，阮只，阮只招招个苏老师拢要去看演唱会呢，家己呢，你有要去看无？敢免讲，刚刚边遐是哦。刚刚边，即个4月8号。4月8号。拜六星期六。安尼哦，啊你还袂拍票对吧？啊袂对拍。我甲你讲，等下等下，等一下你斟酌甲听，等下有好康诶。等一下哈，你再斟酌甲听啊。好安尼哦，好不好？也可以电话来遮哦，甲咱你你来邀请哦。好。打好啊，看打拍票好啊。甲你问好哈，好，好，谢谢谢谢，好，感谢哈，谢谢。好啊，再来佚佗。好，好好哈，来，谢谢，感谢咱真侪好朋友哈，谢谢。咱真侪好朋友期待吼，即个要准备要看即个叶启田先生，我看安尼，先来予苏老师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咧，啊，下面来邀请叶启田先生吼，再起来给咱好朋友问好，啊，邀请恁来听演唱会哈。来，即苏老师要来安排什么好听的歌曲咧？一条新歌，你好，我答，代办业务哦，代办业务，不是代办事务哦。哦，代办业务跟代诶，另外一首代办事务无同啦哈。来，代办业务一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收听，谢谢。来，多谢。
生きてゆこうと決めた日の夢の架け橋つなぎ橋思いなします大阪よさめ谢谢，这个非常感谢来，隆重来邀请到咱的报道歌王叶启田先生来给咱节目顶哈。啊，这个叶大哥你好哈，啊，给咱诶，啊，给咱所有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问一下好一下。我是启田哈，直接向咱哈，亲爱咱星星电视台的这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哈。大家啊，爱听我的歌曲的，诶，这大兄大嫂哈、大姊哈，啊，这啊。直接问好者，嗨，大家好，哦，大家好，嘿，叶启田先生哈、所以讲这次咧筹备这个演唱会来，苏老师麻烦一下哦，迄、那个叶大哥的 mini 麦无夹，然后迄个这只，好，啊、来，这个你的麦克风哩，这个，哈、有，这个叶大哥的当中哦，诶，足无闲，哦，所以讲诶，这个当中哦嘛，要来邀请讲好朋友呢。即、这个大家拢有用呢，即过去吼，即、这个叶启田先生的歌曲嘛听太济，为你拍拼啦吼，足济吼，所以讲咱真正好比诶爱拼才会赢哦。所以讲即个咱的叶大哥吼，是咱家己的即个太保人，哎，讲太保水牛厝啦，水牛厝人哦。所以讲即厝啦，等于伊的故乡吼，要来举办即个演唱会吼，讲为咱三月十八、十九是生日咱台北。即、这个咱个国际会议中心，对对对，好拜那个拜，世贸，好世贸哦，伊是世贸国际会议中心，吼，所以讲伊即个厅个当中会当讲会当得足侪人个，所以讲咱邀请讲吼，即好朋友即个队个当中吼，啊嘛邀请到咱即个全国上 top 个即个乐队要来做演奏，吼，所以讲即一连串个即个小连串四场呢，即个演唱会吼，拢要来邀请咱好朋友呢，安尼同齐。吼、哦，诶、欸，来甲做收听，还袂拍票的吼，暂等一下。即个等等的多好，今仔日吼，诶、欸，依然咧无用。对。吼、哦欸，啊，所以讲都要叫小龙吼、一定爱好好来甲好朋友介绍，讲即演唱会。对，有通过电话。对，啊，看演唱会，讲要哪甲来甲咱好朋友吼，同齐来甲做即个报名吼。有影啦，啊，今次讲到演唱会是讲到演唱会啦。是。吼、哦，啊，我即、這个吼。唔捌伫即个吼节目当中吼，啊，交咱大家面对面安尼吼，我来即个录音室哈，来即个播音室间哈，吼，都我看到哈，啊，
你甲吼苏金红吼，两个去苏老师去主持这节目吼，吼，互我这个吼感觉吼，直接真新鲜哦，真好安尼吼，啊，佮听到大家吼，吼，那会安尼听众朋友那年这年纪，大家那遐尼啊，吼，爱护吼。哦，欣赏哦，苏金红老师啊，吼，够羡慕的。伊哦，敢那吼日本迄个歌手吼，做分量资格迄个吼，春日放浪的。哦，即观众朋友可能观众朋友唔知啊，啊日本的歌手叫做北斗三郎。哦，北斗三郎。春日放浪，吼，即拢是哦日本哦作战的吼，诶，即个吼。啊，大家敢那嘿，那个歌王就对啦吼。啊，大家那样咧，只介意苏金红吼，我看到有够欢喜的，安尼就对啦。哦，啊有影，咱老师吼，伊的条件也好，各方面也好，当然真优秀。佮看到咱小梁哦，真正的条件吼，甲迄个长龙差不多啦。是是。哦，哇哦，这个叶大哥甲我学了着好。真正，你看。真正三更困袂去啊。一表人才。谢谢谢谢。帅哥诶。那这个外文帅妈妈。吼，也佫包括着遮真侪阿母啊吼，共同的这个偶像，就是这个叶启田大哥。所以讲，你的歌腔吼，互阮真正吼，足侪怀念的。包括着阮人咧做节目吼，当时啊吼，这个一年365天有喜怒哀乐啦。所以讲，你的歌吼嘛，有迄个喜欢喜的歌，也有迄个悲伤的歌。艰苦的歌拢总有，哎，我的歌路足多啦，吼，啊，但是吼，啊，在这个当中吼，我今日来个一个想法安尼吼，有一个感觉安尼吼，其实咱吼，哦，而这个职业就对啦吼，拢是甲咱的观众朋友吼，拢融在一体，融在咱的，甲咱另外一种咱的世界，咱生活的方式，啊，主持节目安尼，啊，观众朋友吼，听咱的节目吼，啊，轻松安尼，吼，啊，这欢喜安尼，哦，这是咱的啊生活的另外一页安尼，这确实唔也真好，真好，甲咱生命共同体安尼，安尼吼，好，我即卖吼来开放口音专线电话，安尼即卖就要开放口音啊，口音来，嗯，恁绝对捌听过。叶启田先生唱歌，唔捌同伊讲过话对吧？嗯、来，好，这个机会给恁哈，看有你有讲，哎呦，我都叶大哥，哎，我足爱听你的歌，足欣赏你的人，足缘投的。有啥物即爱慕的话，想要对叶大哥讲的，这个时间特别给恁考验起来。这个话有诶，拢藏几啊十年。哎、欸，所以讲，这面对面的，这个同古早你咧听的歌，敢那电视机前唱片。唱片听会到尔，唔捌讲过话来，赶紧的这个机会哦，拢电话拢听啦，又搁面对面，面对面来，这电话甲拍通来，要来讲伊啊，但是哦，讲伊讲话爱先去甲拍10张票哦哈，你这个演唱会，无安尼规定，无安尼规定，我甲伊偷偷啊甲伊规定的哦，你着爱家己摸良心哈，讲话会使。爱去甲斗支持，你无去听无紧，爱叫恁朋友亲戚去听，迄是安尼吼，大家拢爱去听。来，谢谢来电话甲沟通吼。来，这个咱的台北的新朋友，台北新朋友来围一下，来你好嘿。启田老师好。你好。你叫伊老师啊？对啊，啊叫小龙帅哥。好，对。我想讲你是伊学生呢，无你来甲叫叶老师。我是苏金红的老朋友。哦，你陪会上叶老师陪会。我挂溪口，你敢知？溪口，好啊，溪口啊，咱家己的啊，嘿。家己溪口的嘛。叫大拿，入去溪口啊。我今早来台北啊，我去看你伫台北个了。我看你的钓，我有看过三届啊。看过三届啊。对啊，你阵啊去后食牛排对无？嗯。哦，较早食牛排啊。我以前会食牛排哦。哎，看以前我是可能是台北太阳城。太阳城。内底有。对无？我唔知看以前会会当食牛排。看以前会会当食牛排。哎呦，真好安尼哦。嗯。吼。啊，你选议员呀？哦，你有来迄个永和国中路遐一个国中无？嘿，你还含白冰冰来呀？有，来呀！我就跟你爱过手嘞。哎，谢谢。哎呀，我冇去甲你赞助，我冇选了你呢。选立委也是。啊，你有甲支持，有邓侯伊的就对啦。哦，我邓侯伊哦。未歹。我看伊的，看买票，看伊的条，看三条嘞。真正是条嘞，真正人讲我欣赏伊的歌。看三条，啊，讲我选立委的时阵甲支持。哦，啊就。
哎，即届伊个票我嘛叫阮仔仔甲订好啊咧。你订好啊呀？哦，谢谢哦，甲你谢谢，甲你谢谢。人讲一票一谢情，唔知要安怎甲你感恩。有啦，当真正温情人。我叫阮一个朋友要去。当真正温情人。诶，温情人哦。叶启田大哥讲你伊个温情人啦，唔知要安怎害你这个情啦。一票一谢情。我看到是唔是我伊是我的粉丝呢？安尼吼，赞赞赞赞。对啊。谢谢，啊，甲你问好哈。啊，谢谢你。啊，来听演唱会哈，好。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幸福快乐哈，谢谢，好命哈 ，OK OK 哈，我讲吼，叶大哥真正足亲民的，伊个吼，伊个对人吼足客气的，即我拢吼，即后辈拢爱向叶大哥看齐。哎，来，即个咱的新朋友，哦，即嘛拢新朋友，新朋友，那拢专新朋友。啊，水牛厝的，哦，这恁高雄人，你很秀的啦，嘿嘿，我很秀的，爱现唱，啊，本名，哦，我较爱唱歌吼，啊，袂好客店哦，入客店去唱啊，人拢叫我很秀的，安尼哦，很发的很，啊，秀用的秀，叫我爱大嘴啦，啊，你嘛说要不要？啊，咱刚刚啊，你煞唔知。哦，伊叫你很优，阿姨嘛姓叶，阿姨嘛水牛厝人，安尼无非是恁亲情的款咯。我工作啊，较少。所以咪拢叫我叶大姐啦。哦，反正呢吼，将尾一半拢姓叶，都拢姓叶的吼。对啦。哟，啊，即厝的即个咱的家己演唱会。哦，啊，你有要来参加无？有没有？有啊，我们跟你参加啦。哎呦，咱水牛厝的阁无。哎，安尼好，谢谢谢谢。有，嗯，感谢你。水牛厝的阁无，会使还使无？安尼好，有有有。水牛厝我上方，你家己讲啊，边上方边呢？啊，你爱听叶启田大哥的歌呢？爱咯，逐条嘛会晓。哎，有影哟，啊无你啊无普通时啊拢。普通时啊，我讲吼，普通时啊，拢叶大哥咧唱，无你换你唱海两句啊，阮听看卖咧，安尼好无？伊要伊即个，嗯，啊你家己看解多一条，一条是眼前咧，人我啊一首咧，看要多一首。九龙啊，四海的啊，南里。鸭叫啦，鸭叫。哦，鸭叫，对对对对。啊，鸭叫，这届，这届稳当也会唱哦。安尼有哦。有咯，赞咯，咧，甲你拍谱啊，你无看到？晓啦，晓啦。嘿，好啊。会晓，伊个歌拢会晓啦。甲你问好哈，啊有影哦，啊来听哦，吼。老师问好啦，小龙你也好啦。好，啊。就很喜欢较惯性啊，你也好啦。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哈，感谢。啊，祝你成功啦，嘿。OK。演唱会开台成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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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哈，谢谢哈，哎，记住你哦，上线的电视的声唔好听哦，较慢哦，哈，那这信义区的咱的刘大姐来，你好，刘大姐，啊，好，我是叶启田的粉丝啦，你好，嘿，你好，哎，我叶启田的粉丝啦，你演唱会我拢去遐看咧，安尼哦，谢谢哦，啊，即届迄落十八、十九哩，恁台北。我排二十九买好啊！你买好啊？呀，嘿，安尼哦，恁拢买好就好啊。拍鞋嘞，三张嘞。哦，买三张的哦。啊，拍几千的？哦，谢谢谢谢。拍头前啊，拍后边，拍几千的？头前上头前排。哦，头前排四千，四张小朋友的啦，嗯。嘿，赞赞赞赞赞，谢谢。哦，我听到这种欢迎，欢迎的哦，嘿嘿嘿。伊整个迄场我冇去啊看嘞。有影呀，有影。嘿嘿。伊我有咱家己人啊，我有咱家己去台北的。我甲你问吼，刘大姐，谢谢哈。你可能会较紧张吼。康本人入去电信室讲话了，我较紧张哦。哎，紧张就对了。啊你较早拢爱听伊倒一块歌曲。拢爱听《内山姑娘》要出嫁。内山姑娘哦，但迄出真正袂歹，迄个我光辉叫的呢。伊对啊，伊去表演我就去看啊。阿妈小丹的哦。主要有拍过电影。嘿，拍过电影。伊去表演我就去看，伫北港戏表演我就来看，去看了啊。即阵十几岁啊，尔。安尼吼。啊，为十几岁啊，听叶大哥的歌听较大吼。系啊。啊，又原足爱听吼。足爱听的歌，偌好听嘞啊！有影晓。嘿嘿嘿。感谢你甲拍票拍好啊！谢谢你。好好好。谢谢谢谢。我十九啦，十九。十九吼。好。嘿，好。啊，才做伙下，同齐下，哈。啊。谢谢你，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哈，谢谢你啊，感谢你，足爱听你的歌。最爱听你的歌，我来甲招这个高雄，即届无办，但是高雄较近的，就是伫这个咱的嘉义，来嘉义这场吼，咱来甲吹一个来，这个咱的迄个高雄的新朋友，
小龙你好。你好，啊，这边啊，这边大哥。新朋友。这边啊，这。亚克点你好。哎，你好。哎，亚克点呢？哎。哦，我前做早起呢，十四五岁啊，就爱你拢上台咧。在遐伫遐远远咧公演无？哎，我拢咧甲你看。你讲高雄，你讲对啊，你讲秀台是哩对。这秀迄个遐远啊。哦，遐远来这遐。哎咯。啊，是屏东的遐远，嘛拢秀台咧公演无？对，我拢甲你对呢，对咧看呢。有影哟。嘿啊，吼，伊就咧拍电影啊，拢俩上台咧公演无？嗯。我嘛拢去看呢。有影哟。嘿啊。赞哦。是是。嘿啊。啊，即届咧，即届咧。不，你咧，即届要家己公演无？嘿，家己。啊，家己公演，啊，我是讲唔知要坐买票，啊，我后尾人都唔知讲要坐买票。买票无要紧，陈老师有交代小龙吼。嘿。等一下，甲恁统一啦。啊，统一吼，统一咱遮个较无同款哦，陈老师遮个较无同款哦。哦，恁真足听哈，啊，你等一下较广告，我才讲互你听。安尼吼。安尼好吧。好。好，好，你嘛就是讲廿克电的，迄个一定要来甲看看。好，足久无看到，也迄阵咧选议员的时嘛，咱有讲有迄个。有影呀。系啊。好，好，我挂支持。感谢，感谢，好，谢谢你，哈，谢谢哈。这吼，小龙爱讲吼，这吼较早咧去伫戏台拢是吼，较早就我迄个要十八九岁时阵，有拍电影吼，啊，甲电影去了水袂停台，啊，佮然后的时阵哈，就是去电影院唱歌，迄个名称叫做吼公演，哦，公演，啊，公演就吼一歌星拢七八个啊，做位去电影院去唱歌，啊，对嘛？伊讲诶，就是安尼，哦，啊，即较尾啊，就是讲吼，去迄啊歌厅秀、餐厅秀，啊，即卖就流行演唱会啊，即卖拢演唱会着，啊，自囡仔就听我歌，听到即卖，哦，真正，啊，伊讲哦，我去遐电影院唱歌，伊拢会缀去看咧，吼，即就是吼，啊，唱歌唱遐久，啊，大家听我诶歌听遐久，吼，即个哦，拢是迄感情都融在一起，对呀，对，歌声就是哦，带互咱精神上。诶，感情诶融入哈，是啊，所以阿多啊，吼，伊讲诶安尼，哈，啊，虽然毋是讲吼，啊，逐工做伙，但是听歌就是请伊听我诶歌，哈，啊，我吼，亲像我唱歌唱啊久，啊，大家听，有诶无做伙，有诶无熟悉，啊，总是我甲观众朋友哈，即就是一世人诶，我诶感情世界拢是，我拢甲大家做伙，迄个意思。哎，我哦，因就听我的歌咧，附近啊，啊听到即嘛，我的歌声在陪伴他们，对啊，成长啊，人生的过程，就讲陪伴他们的喜怒哀乐啦，都欢喜吼，啊，就听入去电先生的哦，我啊，诶，就看到一首歌，迄落，诶，亲像小狗乱乱撞，迄首，也无啊，保养家己哦，就话咧，单单来就单单来歌曲，啊，我讲演唱会是安尼，是哦，演唱会吼，即届演唱会，譬如讲吼。啊，除了吼，啊，歌手都爱讲啊，节目设计好呢。哦，其实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讲吼，希望讲大家来看我的演唱会哈，咱大家拢有年纪的啦，讲实在，啊，有想法就是讲，希望来听我的歌哈，啊，大家有年纪有年纪，都爱身体较好诶，啊，都爱较乐过了较乐观咧。哦，所以我希望讲来看我的演唱会哈。会带予大家哈，啊，一种你的啊想法啦，哈，喏，啊，迄个回忆啊，较乐观，乐观，哦，乐观的人生，乐观的人生，这是喏，啊，对咱吼啊，每一个人，不管是今麦咱的生活，是啊，成就是安怎，总是人哦，总是会当过就好啊，对，吼，啊，会当过，哈，啊，就伫过来就是上重要，就是人爱平安、身体健康，嗯，吼，啊，咱有年纪的人，吼，都爱。较乐观的哦，所以希望来看我的演唱会，即卖大家都会当变，你人生就是较乐观的，乐观那种会健康、健康、健康，因为健康就是会长寿。讲到这个乐观吼，其实我了解叶大哥嘛是为这个新闻报纸了解的。叶大哥进前有较低潮。即当下你好问，低落，嘿，无要紧，你敢问啥？即小龙门，即吼，我吼拢啥物拢会使讲。即我敢那看报纸，敢那进前叶大哥吼，诶，尾仔较低潮、较失败即阵啊吼，敢那较唔敢出来唱歌吼，敢那唱歌较无法度。对对，我看嘛。即是啥物？啥物有？啥物力量吼？吼，即叶大哥个会佫想要出来唱歌，互咱好朋友听，会当分享者。啊，即安尼，我先甲你回答吼，甲大家回答，讲互大家听者。吼，我是吼无所不谈的人，我见啦，吼，无啥物秘密的啦，哈。吼，啊，我人生就是
大起大落啦，哈、啊！啊，就细汉家靠一个爱唱歌去拍拼，啊，总是咱拢吼安分守己，实在实在，爱做代志，吼、嗯！啊，到想讲要替啊社会做代志，去做立法委员嘛是安尼，我都坚持哦，就是无当的安尼啦。啊，唔知影讲吼做立委吼，啊做咧到底遐凄惨，吼！即、啊、国会议员吼、立法委员吼，全世界做甲了钱，干那我咧啊！就是安尼。啊，我吼唔是讲无爱贪钱。我说这吼做立法有关这吼，是啊，就是爱真正安分守己，确确实实安尼做，吼、哦。啊，这个唔是要讲迄条，都爱吼为咱社会做代志才重要，吼。啊，这唔是要贪钱的、哦，啊，所以我的想法安尼吼，啊，无符合吼。即、这个经济效益也是啥啦吼、啊，所以吼、哦、真正是、欸、啊哦，真正就是讲哦，我唱歌的钱拢是吼啊去选举吼，哦我选举唔爱去买票的啦，哎呦，啊但是吼总是选举经费啊无动辄，嘿啊，佫无动诶，歹选呢。啊，咱就想讲吼，无正当咧，互咱做后盾，做歹选。嘿，就想要为社会做代志安尼尔，啊所以吼。哦，甲无法度的时阵，我同款啦，无法度，哈、哦，啊，唱歌第一爱，哈、哦，唱歌是我第一爱，啊，要参加选举当然我是，一个甲咱爸爸，一个爸爸，甲咱一个妈妈，你讲哦，两个拢爱啦，哦，你讲爱爸爸爱妈妈，我话无法度讲，但总是唱歌是哈，啊，上天赐予我，老爸老母生予我这个喉咙，哈，对啦，啊，然后安尼才无法度唱歌，我认真拍拼，讲过来先。啊，加老师加老师，哎，郭老师，我讲哦，我的人生都要起起落落，哎，啊，所以从几十年前哈，那段期间，我嘛真少出来找朋友安尼，哈，啊嘞，啊，其实哦，佮另外一个情形哈，啊，即久无出新歌是安尼啦，哈，即个外人吼，佮他重承诺啦，什么叫做承诺？啊，直接吼，这种属性，哈，这报纸冇看过，所谓报纸安怎看？哦，十年前我出迄、那个。爱你袂到，祝你幸福。迄个时阵，就是我唔知影吼，人个唱片嘅销路拢无大，拢网路下载啊。哦，我一个唔知影吼，我比人较无进步。安尼，啊你一个，啊我就讲，我就讲哦，即个吼，若写无二十万字吼，我就拢无一个录唱片啊。我一时冲动安尼讲，哇，结果真正销七八万字，爱你袂到，祝你幸福，迄条啦。啊，嘛，估计八万地算足厉害的啊！就是迄时阵吼，我唔知我网络下载吼，但我盗版的啦，七八万地一定真好啊！但是我都讲出去啊，无二十万地，啊，所以我就然后吼，啊，就想讲啊，无爱个录，真正无爱录张唱片啊！哦，因为吼啊，就两三年前，哦，我叫苏金鸿老师嘛，哦，拢请见面，伊嘛讲，哦啊，爱出来啦，系啊，叶大哥啊，你是那都无要录歌，啊，我嘛无爱甲这代志，哦，讲互伊听。哦，安尼讲好啦，好啦，你就人啊，慢慢啊，我都去想哦，啊，佮顶旧年哦，佮交哦江志峰哦，江老师，江志峰老师讲，叶大哥啊，你是那无佮要落新歌，啊，其实我是两三年前我都安尼想啊，我虽然迄阵啊讲哦，无未到二十万块，我都无爱佮落歌，但是近两三年前我就想讲吼，即安尼话唔对咧哈，即第一哈，安尼嘛对不起吼观众朋友啦，是啊，爱你也加第二哈，我会成。惩罚嘛，处罚该处罚嘛，加固啊！哦，对了，对了所以我讲，哦，我讲吼，啊，就是旧年过年哦，前啊，我讲吼，啊，就是讲阿虎过来录新歌，哦、啊，啊，这块唱片的江志峰哦，负责五条，我负责五条哈，哦，啊，苏老师的哈，啊，本来是负责两条，可能是爱后，肯定后集啦，肯定后集，因为有些甲版权小可有关系，对啦，哦，这集。哦，曲是日本歌啦，啊傅老师哈，伊写熟的，啊，所以这吼，迄要唱日本歌，即嘛要出唱片吼，因其尤其阮去出唱片，日本吼，日本人公司较会注意，啊，所以曲吼，吼，因同意无同意，也是要付偌济钱，啊，袂讲好势，对啦，啊，所以直接说袂付坑的，哇，啊，所以直接十条歌拢是新的，啊，十五就发行，哦，十五就要发行啊，所以最近我都无用演唱会。佮出这新歌，吼实在吼，实在吼，这两三个月实在是真忝啦吼，啊就是真忝，这是我的兴趣，吼啊所以安尼吼，佮唱歌出新歌，互我有较有这个勇气啊，精神佮提出来安尼啊，好，壮啊壮啊壮吼，感谢咱真济，大家看到我即马精神较好，看到，哦，虽然是老啊。
啊，没啦，够少年起来。哎，真正，对，啊，咱老老都爱认老，但是唔通吼吼完全认老，啊，认老了未使啊。叶大哥，叶大哥的歌唔通认输，对吗？好，唔通认输。关键一个点出来，对啦。所以哦，这演唱会哦，讲到演唱会哦，哦，拍摄我讲出这，我唔能讲上了。我讲，演唱会哦，一场唱三十二条歌啦，哦，三十二首歌。节目嘉宾呢，吼，要合唱的无算在内。哦，啊，乐手拢吼，真咱台湾哦。足好诶！啊，我讲来听演唱会，吼，哦，目的毋是讲哦，歌手要赚偌钱，是是是，哦，要来听演唱会，咱即个想法就是讲，我好我唱歌，啊，大家看，啊，大家来看演唱会吼，甲咱的人生的观念吼，较改变，乐观呢，啊，即个人生改重要，其实干啦。目的干那是阿咩啊？我主要唱歌唱足好，大家听，啊，大家吼，这想法哦，改乐观，人生愉快咯。你著家己翻头甲想，咱啊吼，人生起落也未比叶启田先生遐大，人伊就有法度出来用歌声要来甲咱感动啊。真正，咱大家绝对爱来甲收听，也是安尼。真正，我人生是像嘛演唱会上这个名称的啦，蓦然回首啦，吼，猛然回首啦。对了，回首这演唱会，所以讲吼，等一下吼，小龙吼会来进一段短短的工商广告，要来跟叶启田先生，即卖准备吼，要来甲进一段广告啦，吼，即卖来甲准备，咱来好好啊介绍讲这介绍，啊，搁即个咱的所在，啊，搁日期，哦，咱即卖吼来麻烦导播老师吼，来即卖会使来甲进一段短短的工商广告来，谢谢。波多光叶启田二零一七蓦然回首演唱会，三月十八、十九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四月初八嘉义江平体育馆，五月十三台中中兴汇顺堂，赶紧去联代售票系统买票。来，谢谢啊！这个非常感谢哈，即卖短短工商广告哈，我第一届广告呢，这么压力的。带着这个欢喜的心情吼，要邀请咱好朋友吼，同齐咱来听叶启田大哥的这个演唱会。哎，这个日期的当中吼，三月十八、十九，伫咱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十八、十九吼，连咪咪都要到啊，拜六礼拜。啊，咱这个三月十八、十九，这算首演是二十八、十九。嘿，十八、十九是多一天的票吼，咱需要观众朋友甲你倒吹一下，你是较希望？咱观众朋友去听你多一场，十八。这是我有听的这个联代售票系统哦，伫讲啦哈。即嘛台北的票，敢那未只八成呢？八成。啊，只八成呢？啊，到底是十八的票？啊，是十九的票，还佫有剩较济啊，啥？即摆也我嘛无啥清楚哈。介清楚哈。迄条拢总着，迄个席位3100啦。嘿。啊，一张3100啦，席位3100啦。3100吼，台北的票价，我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吼。恁遮若拍票的，一定拍去的，着拍票。咱这当然是爱听伊的歌，咱早拍晚拍，这拢一回事吼。这一定拍票的，拍票咱莫讲。你若还袂拍票，斟酌听下。你等下这支电话加卡0800吼，0338898的时阵，小姐甲你讲哦，这个担当的才做伙招的吼，人即摆拢咧流行团购、团托、团购迄个团体的力量，安尼介绍会较无同款啦。哦，啊，我讲安尼尔吼，啊，所以讲哦，伊这价就是有分头前排上头前的4600块，一个上头前嘛吼。这算这个摇滚区的啦，阮少年阿咧讲的，坐较头前好，咧摇吼，嘿，你较看有4600，啊来就是这个3600吼，这头牌啊较后壁小刮刮尔，3600的，来有这个2800多，还有在中央，啊那2000的就小刮较后壁，但是拢去看会足明的哦，因为拢为视讯音幕，属用足。对，啊，过来，佮有即个清二的，就是伫即个楼顶遮吼。所以讲，咱真侪好朋友吼，你看，迄个当然吼，咱听歌是安尼，咱嘛是爱依照家己的经济能力吼，咱若要甲拍吼，甲看，我尽量甲恁邀请讲，咱若坐较中央、较小块、较头前的，安尼就会使啊。所以讲哦，若还袂拍票，等下0800吼，你甲小姐吩咐，啊，伊的名甲伊抄起来，咱才统一才做伙甲叶启田大哥才拍票。台北的才18、19。卖八成，还佫差不多两成，佫两成，这种拢总的座位是偌
3100啦，3100的座位尔，哦，所以讲八成了，差不多8324，差不多搁500-600位，吼，搁差不多剩500-600位尔，吼，所以讲今天等一下较做统一的，加0800加问吼，搁来当中吼，这个家具。来说来就是4月7日这个家具，这个家具演唱会吼，这安尼咱家具故乡应该会爆满吧？会敢未了？我是听讲，迄咱家己港平体育馆的座位哈，较侪哦，嘛是叫3000空，3000桶，嘿，3000空，敢那我有听连带哈，敢要讲这连带敢那讲，未要紧啊，即摆是讲订票，咱订票订吼6000外去啦，6000外，佫少一个月就。搁一个月时间，啊无安尼吼，因为这是这个吼，那陈老师啦吼，这苏老师啦，阮家的主持人拢总拢伫家己这场，阮拢要去看这场的。所以讲吼，真侪好朋友，咱拢做伙，咱无我看规气北部的反北部，咱北部人都80%，啊，剩的你若北部上近的，行动较无少，较方便的无人在，咱听那北部就听北部的。那这个家己的这场，阮这主持人全部拢要去看这场的啦。吼，即摆坐位6000外，还佫一个月时间。但是吼，咱团体拍，吼，咱来看家己的团体的时阵，同款哈，0800-033-889甲卡。啊，伊的票价是这个伫上头前的是较俗些款，3800康台邦吼，诶，有差吼，3800。来3200的，家己的，嘿，家己的3800吼，头牌3800，来3200的，2400的，来2000的，1600的，1200的，800的有800的哦，哦，家己的吼，所以讲咱迄个叶启田大哥吼，伊有回馈吼家己在地乡亲，在地乡亲也要看吼较俗，所以讲咱拢甲拍3800啦。拍头前的啦，诶，咱要看，要看，全部拢来甲钱来第一排3800尔，人台北哦，看头排4600个了哈。所以讲咱唔免，唔免上头前，唔免上头前，一排甲10排，大家爱打打。哦，大家打打，安尼又甲恁头讲啊哦，你唔免拍甲3800，3200个都会使啊，3200个多好上盖好看的迄个位哦，人叶启田大哥甲你讲啊，诶，话人是讲要较近的，当你有当时啊压手一个压一个安尼哦。我讲哈，恁即摆吼卡起0800小姐，0800啊小姐吼，先甲登记，啊这吼先登记下来就好了，登记落来吼，咱只团体看拢总几张做伙甲摕。介绍康我头拄啊讲的吼，可能较无同啦，因为担当的吼，诶本身嘛要带团去看的时阵吼，介绍绝对团购的力量较大啦吼。过来吼，啊，即、這个咱咧头拄讲的家己的这4月7日嘛，过来的时阵是台中的这同尾站的啊，5月13日哦，台中这个中心大学这个吼惠孙堂，啊，伊的价格吼是这个啊，伊举办的日期是5月13日，5月13日，5月13日吼，伊这头牌的4200，来3600，来3000，来2200，来1600，来1000块。哦，所以讲咱真侪好朋友哈，即以上咱的演唱会当中吼，3月18日台北的，19日台北的，4月7日嘉义的，5月13日，吼，即个咱的台中的，吼，所以讲以上吼，拢甲恁报告。啊，若唔知影无紧哦，吼，你都甲先甲登记，看爱看到一张，啊，阮这边才统一替你拍票，吼，即。这个价格绝对公道啦！啊，这个拢0800做询问嘿，我今仔日有要补充哦。小龙，我都一个代志甲你讲者，讲恁头家哈，哦，担当的，嘿，担当的哈，真正哈，伊都甲我讲过2次哈，我拢无甲答应，嘿，哈，恁个担当的就是真关心我，真支持我，真捧，嗯，伊甲我讲哈，啊，无就安尼啦，对哇，我教伊个哈，吼，港平体育馆哈，你座位哈3000空安尼啊，过去我改包一场啦。哦，我讲哦，唔当，安尼好啊。健身下你包包哦，哦，这唔好误噶呢。哦，你要爱观众朋友，当然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遐济无唔对，大概有诶时间上诶啥安尼。对啦。哦，伊家讲要包一场，啊，先啊，恁担当个奈安尼讲，讲句实在，恁担当个嘛知影哈，即马即。办演唱会哦，是一件代志哦。那讲国语歌星哦，国语歌手哈，哈，迄个企业拢吼，较会支持，对啦，较会买票，对啦，捧场，对啦，迄个企业一工买1000张、2000张，安尼去买，啊，所以年轻歌手哈，对，演唱会拢一定较客满啦，哦，啊，个吼爱听这个哈，哦，爱听歌的这哦，20岁的人，讲实在哦，一张票偌济哦。
伊要看，伊就无去考虑甲买落去。对啦，对啦。哦，再等下再甲爸爸妈妈讲提钱都好啦。对啦，对啦。哦，啊，即个年纪较侪人，有影吼，拢会较省钱啦，俭的安尼啦。我也无咧趁钱啊。啊，所以吼，所以就是讲吼，也无啥物企业吼，来包场，来收天啦吼。啊，个人有诶嘛用包场诶。嗯嗯。有诶讲哦，伊演就三场四场，其实人对一个公司包一场安尼，啊，对一个公司包一场。是是是。哦，啊，恁。担当的吼，建成兄伊讲，啊我家己来包一场，我唔当去包一场，去包一场，唔好这麻烦。阮担当的人，真好嘞，要真善良哦，真善心的人。哦，啊这演唱会吼，你虽然要2:50的节目吼，是，这吼我刚才已经甲公司开会开八摆，哎呦，甲写编曲的老师吼研究讲编曲安怎编吼，嘛已经吼两个老师编曲，即个是刘青石老师，大家拢知影，刘青石老师编曲的，搁一个赵伯全老师，两个安尼编曲的，嗯，哦，伊编十外条，伊编十外条，足用心的，安尼吼，啊，所以我吼交我即下编曲老师拢会讲哦，即歌安怎编曲的较好，是，伊是参考啦安尼啦吼。啊，所以吼，即演唱会吼，吼，啊，真正要安尼一场2:50的节目，虽然爱补偌济时间咧，对啊，包括我讲话你听啦，我对11的时阵啦吼，台北18-19吼，我12天我就爱闭关闭起来啊，拢未使讲话吼，啊，佮即马就开始吼，十外天钟开始做运动啊，安尼哦，啊，即马唔是干安尼尔，即马吼要演出前啊一礼拜，拢未使讲话去，拢爱记住记歌词，安尼哦，拢啊拢无跟人接触见面，哦，演出啊保持精神。对无，啊台顶要安怎唱，要表情啥，拢爱记咧安尼。哦，啊演唱会当然有导演啦，哦，敢若像电影，啊这演唱会有一个导演呢，哦导演的指挥是讲安怎节目的设计安尼啦，咱嘛爱听导演的，但是精神界啊保持好，台顶吼表情小是要安怎，啊听导演的啊家己想安尼，这是演唱会哦，虽然是2:50节目，啊不话久呢，哎呀，所以讲我哩。才讲啦，无别个意思啦，有可能即场听你以后要听现场的无法度啊，伊无迄个气力啊啦。即像安尼，母你啊看，我唔是我讲较歹势，我讲吼，咱所以讲爱把握这个机会。无一定是安尼啦，但是我希望过一摆啦，过两摆，过三摆，但是这真正足忝的，所以讲咱爱把握种，咱趁咱还够有。精神有这个记住这个回忆的时阵，会当去享受伊。精神用真侪，有人大家拢吼，真侪人也讲吼，要叶启田哦，叶大哥拢吼，求好心切。对啦，对啦，吼，什么人一般讲是讲孤魔啦，什么鸟魔啊，那种对啦。但是我讲是讲吼，我求好心切啦，哦，我就拢爱安尼哦，才习惯。因为咱在台顶唱歌的这。哦，精神啦，哈，一定按咱哦爱，让大家看了，个来做满意的嘛。哦，啊，这较早是拢歌手拢想讲，让大家吼，我讲我台顶我唱歌偌好的安尼，拢个来想安尼尔。但我即马阿多我已经讲过一百回啊，哦，伊们来看我的节目，会当改变哈，改变你的观念，乐观人生，这是我们快乐的人生。安尼哈，这是足重要的。安尼哈，哦，这是足重要。好。比金钱较重要，好，所以讲哦，绝对要让你物超所值，让你开这个，准让你拍头牌4000-4500，让咱不管，绝对超过迄个价值。哦，所以讲这嘛，足少的机会吼，啊，小龙吼，兼叶大哥伫遮，兼陈老师今仔较无闲，同齐来邀请咱遮所有好朋友，逐场都来甲听，上届好吼，台北听来家己甲听。家己听去遐听台中的哦，听好一届，听好过瘾安尼吼。同款啊，即个拍票的专线电话吼，咱即卖先，咱呐诚心电视台看咱这边的吼，统一拍票，介绍较俗。0800-033-889哈，0800-033-889先登记。即卖吼，搭即个时阵，小姐甲你讲哦，诶，介绍是安怎吼？诶，还未拍的好朋友，真足听啊！0800-033-889甲拍票哈。来，叶大哥，还佫有爱甲咱好朋友补充的无？来都唔是讲为着要卖偌济票啊，啊无是咩来啊？伊还讲我第一拍摄起来，咩啦？无紧啦，啊，这是家己的电视台。我因为有遐，因为有讲，迄个，咱担当的吼，就是
讲吼，啊来节目咯，甲大家开讲一下，真趣味啦。我想来讲，敢若有影好看，啊，我所见望，你若主持节目做遐久的话，那拢遐清楚啊。可能啊，我是唔捌安尼的，对嘛？你讲啊，真趣味啦，你都唔知影偌趣味。甲听众朋友我来开讲安尼，面对面偌趣味的。安尼吼，哎，我讲好啦，我好啦，我来交大家开讲一下。对啦，对啦。来，要知影有影啊。好，这大家感情安尼，安尼互动安尼，迄真正是咱人生都上喜欢的人，就安尼。你讲足济旧的朋友，那做伙食爱，你看，吼，迄我真济年无见面，你看有欢喜无？意思就敢那安尼。我看过时间，也够十几分来，这个现场专线电话甲拍通。哦，即下电话哈，你即下人叶大哥讲到安尼啊，也未去拍票，阮底无意向诶。即摆听阮讲讲诶，感觉讲想要来参加来现场，专线电话甲拍互通来55120，啊55130858，迄个近距离诶接触吼，开讲专线电话啦，55120900，啊55130858，想要听要听多一电话来，无紧来电话甲拍互通吼，谢谢哈。来，即个咱诶阿老母啊，老母啊，来哦、喔，叶大哥，小龙，启田先生，嘿，你去拍片拍了，我是你的粉丝呢，安尼哦，谢谢。你的奖状我是两地拢各地的行程的呢，哦，够奖章的哦，哦，我去演唱会给买那个唱片就有啊，有送的啊，啊，你即摆要听到一场诶，决定啊，十八、十九诶吼，拍片拍好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哈，好，感谢，安尼哈，好啦，谢谢啦，感谢哈，谢谢哈，你若拍票嘛，当起来讲拍票啊呢，拍好啊嘛无紧呢，吼，看到一场诶，我该注意一下，来，即个咱谢妈妈来了嘿，谢妈妈，哎，我哥点你好，哎，你好，你好嘿，你拍票啊呗，你好。想要听唱歌呢？想要听唱歌，就去听演唱会啊！我演唱会煞一定来遮唱歌。哎、欸，哦，演唱会煞要来遮唱歌。讲实实在无准备。哦，无准备、啊。今日就单单来去伫迄个宜兰，啊，就敲电话吼，对啦，对啦。跟上兄，就讲啊，你啦，你落去嘉义去当来电视台内底吼，毋是甲大家开讲。啊，你有法度来听演唱？哦，我无，我伫台东咧。台东哦，台东我就无甲邀请啦，嘿。好啦，啊，我甲机会你吼，别个人嘿，啊，你若要听唱歌，伊讲演唱会煞要来哈。好，谢谢你哦，感谢哈，来报到我也背起来嘿，来，即个咱的许妈妈，哎，许妈妈。我爱听叶佩电的《吴万年书》。吴万年书无啦，人即摆要招伊去听演唱会呢，毋是要听伊即摆要唱歌呢。你若来台东吼，台东来买票啦。啊，买票，我头拄有咧讲，你无咧听吼，咱这边做。我正在看着。咱这边做登记介绍无同款啦，看我头拄啊。哦，伊的歌吼，我足爱听啦。好，啊，你若想要拍票啊，敲0800哈，嘿。好啦。啊，好，谢谢哦，吼，嘿，哦，那爱听演唱会是爱甲联动啦，嘿。你好，你好，陈小姐，你好。叶桂仁先生，你较早哦，我少年的时阵哦，迄头毛拢爱海角仔头，你知？海角仔头。行到多一间哦，在北北市的啦，北市的啦。我看广告时间较短吼，你重点讲讲的，你要去啊拍几张？我包一台游览车。要包一台游览车的哦。对。啊，要去看迄落一地方。阮规定，要看台北这场的。规定要去看台北的。哎，对对对。哦，谢谢。啊，阮规定运动的拢要去。好，啊，你爱卡去0800，因为咱的介绍电视台这边介绍较无同。我甲丹丹的联络。哦，康丹丹的。迄较省啦，较省。好，康丹丹的较省呢。胃够好胃。哦，安尼个胃够好安尼哦。干几杯，干几杯，好。OK OK， 好啦，谢谢你啊，拜拜。谢谢你，安尼哦，陈小姐，陈小姐，陈小姐，我甲你叫一台游览车去。陈小姐，来，诶，这新朋友来，你好，谢谢。诶，新朋友来，嘿。喂。嘿，你好。这个对象，你好。来，嘿。诶，我已经有订啦，有订要客店的，我拍第一排呢，我翁伊也忠实粉丝。哦，你等于拍票拍好来呀。拍好啊，然后我翁热到要嗨的，变个。啊，你就。台北佫加伊嘛？你著想早拍，人阮这边的介绍较无同。对啊，你无。啊，我嘛唔知影，这担当的囡仔较交代的。哦。嘿，安尼好吧。台南嘛要退啊，你无叫要客店甲讲者，好，咱安尼欢喜一下。安尼，客店你正嘿，谢谢，是你正，谢谢你。要客店你正来说多谢。谢谢你有看到我？有啦，叶启田大哥啦。好啊，跟你们好啊。啊，谢谢啊，哈，谢谢。你看大家都去拍好啊，还佫有人拍好的无？还袂拍。更加好，嘿，来，诶，这新朋友来，你好，嘿，哎，你好，嘿，来，
这叶启田先生来。大哥你好。你好。我是中视的粉丝。你带你带。大哥我去台中飞升堂。啊，这阵你要看台中的遐？看台中的，我拍好啊。你拍好啊？我拍好啊。小早。听到叶启田要唱歌，我就。我明仔就去拍。我嘛说伊要啦。安尼吼，谢啦。OK 哈，谢谢你啦，哈。好，谢谢。青铜哈。好，谢谢你。青铜，谢谢青铜。佮继续来唱新歌啦。伊讲叫你继续唱新歌。继续啦。好，谢谢你。我叫你要快乐啊！哎，对，怎么？你啊，主持就安尼一直继续哦。好，感谢你啦，嘿，谢谢，好，谢谢哦，哈，谢谢，哎呦啊，人真多啦，哈，所以讲讲些歌都好来。这新朋友来，你好，新朋友来，伟姐，嗯，新朋友拍票啊呗？嘿，对。你敢拍票啊？我跟阮朋友拍。跟恁朋友拍好来啊？嘿嘿，哦，拍好啊，就好哈，甲你谢谢哈，哈好，哦，大家人拢拍好啊呢，哦，谢谢你哦，哈，好啊，要请你去看，叫你做去看，嘿，我都惊你无接呢，啊，你拍好啊呢，唔是，我甲你问一个足重要，阮就是拢残障社会的哈，残障，啊，拢爱坐轮椅，安尼要安那哈，要安那去，残障，哦，安尼哦，伊内底嘛有垫哈，无障碍，内底有垫迄个要互残障朋友看的位。啊！伊啊，到轮椅啊，只安尼家己坐去。但是我甲你讲吼，伊个讲拢敢那数量较少哦。我甲你讲吼，无紧，你这吼，我再另外回你电话，好不好？我替你解决，安尼好不好？好。OK。有啦，会使处理，会使安排。啊，你还袂拍票的吼？无紧。无紧。无紧。这个所在，我替你处理啊，我替你问啊。OK， 好，好，谢谢啊。这个我只请助理小姐另外甲你回啊，看几个哈。来，这个咱的玉兰母啊，来你用嘿。嗯。小龙啊，玉兰妈妈，阿登啊，嘿，哦，我较早拢在歌迷呢，安尼吼，啊新增嘞，哦，你在选立委吼，我伫个迄个中和啊，冇紧，中和迄个南四甲阿金阿店阿青阿地吧，哦，冇紧，冇紧，阿青阿地吧，你敢唔敢你结拜兄弟啊？哎，冇紧，对，玉兰母啊，嘿，重点咱即卖咧广告时间吼，伊个演唱会迄介绍4600-4200，啊，我即卖就要招几下，要去。我甲你讲吼，你呐0800甲拍票哈，0800甲登记啦哈，好吧。好，好，谢谢哈，因为我即卖广告时间，我只短短广告时间，我只会当讲着介绍尔，无普通时啊，我咧做节目吼，介绍拢袂使讲，所以讲恁拢先讲重点倒下来，杨阿姨拨倒去哈。谢谢，来，谢谢咱的红衣小姐来，你好。谢谢。嗯，阿丽总。嘿。叶克顿先生的票，我顶年伊伫阮台中伫惠生堂，我旧年嘛顶下嘛有去遐看。旧年才有办。唔是旧年哦，顶下。2013。2013年，哎，伊伫遐，我有去甲看。啊，你今年登记啊？我今年啊，未过年进前，刚开春尔，我就票随机买啊。我去登记当天买。您拢买了上早。我拢买起来。人阮的胃口好呢，嗯，安尼好吧？好啦，哈，谢谢你。好，买起来就好啊，吼，买起来就好，吼。遮单单的咧招较无讲理，你唔哦，阮遮招看卖。来，这个苏美姐来，你好。包定位啊，包定位啊！来，你好。我是个粉丝啊，买票买到买啊。买票来，我甲你登记啦。我等一下才统一吼，咱的这个。等下我卡个卡好不好？唔免，我甲你讲吼，我才甲你写起，我叫人靠你哈。我甲你写起，你都资料啊，你都署名啊。哦，知道啊。好 ，OK， 哈。你著看台中的迄场嘛，你无可能去看台北的吧，对不？我看台中的，5月13号一场嘛。OK， 好，谢谢。我甲您讲哦，您爱卡去0800小姐甲您登记哦。咱的团购吼，迄力量较大哦，团购的力量较俗。董王您好。啊，杨阿姨来，你好嘿。杨阿姨，嘿。哎，我要甲阮同学吼问好。问好。同学你好。同学你好。哎，加油哈。重点同学你。同学，你拍票无啦？同学是同学，你拍票。我先讲好，我才要拍入去拍十张。卡0800去拍票哈，谢谢哈。这讲恁的同学啦。同学你好。可能同年组的。对，同学你好。来，这个温美阿姨来，你好嘿。同学你好。来，温阿姨啊。啊，我要看台中甲上甲这个看台的，啊，要怎啊拍票？你要看两场的哦。哇！你是这过来咧看甲两场的呢，足兴爱要看呢，要看两场。我甲你讲，我甲你写起来看两场嘛，无紧嘿。我甲你抄起来哈，我等下叫人靠你哈。好，安尼好不好？好，谢谢。嘿，0800电话嘛足济啊，所以讲吼，你拢阿爸吼，你等等才统一咧招的介绍吼。
就算团购，团购啦，我讲的团购，安尼吼，介绍康迄落，你落些，迄个售票系统诶，较无同款哦，哈。那这阿金母啊，来你哦，嘿，阿金母啊，嗯。我要互恁发到，我要家己看。你要家己诶，啊，我家己发到好啊。我来当转来，我山顶啊。哦，住山顶啦，吼，好啊，我才家己发到啊。啊，你要看倒一场广告，迄个家己诶，好，我家己处理啊，我才叫人。买二十排诶，吼。买二十排左右的啦，吼，好，无要紧，我看等等的，看会当买头牌的无就上好的啊，啊叫等等的统一烦恼啦，嘿，安尼个吧，好，好，谢谢，感谢，哦，这广告时间剩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呢，搁予咱叶大哥做一个最后这个补充一下，哈，诶，这演唱会予你搁大来甲恁招一个，足侪人拢卡零八零零去咧订票啊，哈，诶，谢谢，感谢大家吼，啊，遐爱听我的歌，哦，啊，去点东西吼。啊！伊认真阁继续唱歌，予咱大家听。欸、啊，唱歌的目的，就是讲希望我的歌声，交咱大家伫生活上阁做伙啊，带予咱大家哦精神，嗯、啊啊愈爽快安尼。哦，这是我最大即个想法哈。啊，谢谢。啊，关于讲演唱会，我是节目要演落好，至于哈讲啊，当然是歌手伫台顶，我、啊、希望看到讲吼。啊，拢是解闷安尼啦，哈。嗯。但是这个也是希望啦，希望啦，哈。啊，但是哈，也是爱讲啊，歌吼，大家听咧到底拢拢，哦，感觉会欢喜，这是也是第一重要。谢谢，哈。啊，那阿未拍票的，记一下0800-033-889，卡起啊登记，介绍的较俗，较无同款，哈。以上广告，谢谢。波多光叶建人李空一七默然挥手演唱会，三月十八、十九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四月初八嘉义江平体育馆，五月十三台中中兴汇顺堂，赶紧去联代售票系统买票。三年为什么做你去好秘密可比相思路边照阮心痛去你敢知阮怎样来过日子男人心自梦像香三年为什么做你去好秘密可比相思路边照阮心痛去你敢知阮怎样来过日子男人心自梦像香烟女人啊为情为爱来坚持心内着你名字何时才会回心转意寒风我身边又是落叶的秋天
舍又搁三年，为什么做你去？好秘密，何必心事？无根就阮心口气，你敢知阮怎来过日子？男人心，自问就怕。
谢谢，感谢，多啦，谢谢。我看到这个巨星的风采，一代巨星的风采。啊，你好。这一代巨星哦，真正吼，伊咧做代志吼，真正。伊足古魔啦，足古魔。头先人伊家己有讲伊足古魔。迄个后迄个演唱会，我嘛唔知影啊，咱因为咱慢慢开过演唱会，唔知影讲迄张皮较久。按照古魔我讲的听，我捌该做一站。哦。即卖唱歌咧出唱片。啊、哦。较早是用卡拉，所谓卡拉就是家己演奏的。啊，即卖歌车出唱片无咧用演奏的啊，拢用 MIDI 的。什么叫做 MIDI？ 就是电脑合成的啊。无迄个拍鼓的啊，无分鼓吹啦，拢无啊。拢无啊。啊，伊的唱片就是爱搁编曲。现场的，伊就算家己落去，家己演奏的，落去收音的啦。对。啊，他搁爱编曲加落去编曲。头拄只我有咧甲恁招的吼，讲。即个担当诶，有较多有拍电话来，讲台北伊本人也要去。阮即个主持人嘛，拢会去诶呢。台北诶吼，十八个啊，十九号，两工阮拢要去。安尼哦。吼，所以讲恁若阿未头拄啊阿未甲退掉诶朋友吼，即个统一吼0800遮做登记，恁先登记，小姐甲恁登记起来，啊看拢总伊诶介绍都较无同哩。原来一定较理想诶嘛吼。听讲。足优惠的啦，听讲足优惠的啦，平安安尼时阵，当然咱爱发挥力量吼。对啦，对啦，嘿，有当时啊吼，迄一张票吼，坐到头前的吼，哦，几落张小朋友了。我啊，即个担当的要替咱甲团购吼，迄个介绍一定是理想的啦。对，啊来台北啦，台北讲吼，还佫差两成呢。啊无吼，伊迄个歌星咧顶悬，歌手咧顶悬唱歌，看咧台下卡吼，安尼。哎，对啦。伊家己爱民主啦，唔敢讲啦，可能，嘿啦，卖讲伊啦，可能坐无甜的，卖讲伊啦。敢若我这乌青哦，你台顶唱歌，看楼卡台卡若无人，我就唔唱。对啦，可能叫家己的动起卖笨啦。啊，其实吼，我一定即届康叶启田大哥吼，近距离安尼算近距离的接触哦，接上两麦，两麦吼，我的感觉真正足好诶。是，伊迄人吼，拢未像讲一般吼。系啦，我较早嘛电视台，我嘛去甲唔去诶。迄位歌星讲较歹听诶，隔一地偌大地呢，真正，那伊真正无开口诶，真正诶，近距离吼，你甲接上吼，无论大大细细，你也像讲吼，即大大细细当中吼，人伊真正足客气。啊，佮故意，佮善良。安尼吼，所以讲即叶启田大哥呢，即届唱诶吼，讲较歹听。我着头拄有讲较粗嘴个，后一届当时要唱都毋知影，毋知有法度啊，无法度啊，六十几岁啊了，嘿啊！即届等于五十周年个即演唱会，嘿，有啦，佫有法度个啦，佫有法度个啦。啊，人生七十才开始尔呢。所以讲吼，若伊即个还袂拍票个朋友来，佫互小龙康苏老师伫遮甲恁拜托一下，是啊，咱拢统一登记就好啊。吼，啊伊即个不管伊都拢总吼有台北个两场。家己的一场，是台中的一场，吼，拢总安尼四场演唱会，啊，你甲上京，你话吼，讲住高雄的这有影，爱走较远啊。对啦。啊，家己这个场所袂歹。啊，你甲想讲我，家己这个场所袂歹哦。你若想我家己人，我著变去台北听咧。安尼哦。顶礼拜尔。伊也要听台北，台北，你是去听日本人的。无啦，我是讲骆驼遥远嘛是爱听嘛，爱听较远嘛是去听啦。迄嘛是种享受呢。人家山顶也有朋友呢，即嘛马家马家。马家要来加收听的，来，这个咱的萧大姐，萧大姐，哎呀，来你好，来加你妈，嘿，萧妈妈，嘿，你好，哎，左老师，嗨，你好，你家住在大阪呀？哦呀，嘿，对，你有片呀无？我有片呀无？安喏，要创啥物？要创啥？叫你寄来啊，看偌济，我搞你呀。你听了会吓你？啊，我日本的话我嘛会晓讲啊，哈，安尼好嘞，安尼哦，啊，好啦，遮联络你，遮找小龙啦，哈，找小龙啊，大龙找我，哈哈哈，大行马龙找我，迄条你的新歌，到钱要分我开，哈，卖安尼啦，小龙你慢慢啊，好啦，就爱苏老师讲好个哦，会啊，找小龙就好啦，好啦，啊，你有要去啊听演唱会无啦？演唱会啦，你台北叶启田的歌爱听无啦？也可以点了。哎呀，人走啊啦，
啊，你爱听左老师，我要听老师的歌，我用你的歌，我拢在打工在唱。安尼哦，好啦，好啦，好啦，哈，谢谢啦，哈，好啦，好啦，啊，真正啊，老边啊，个阿哥加关就得啦，好啦，追我，追我，追我，哈，好啦，那我给你发到啦，嘿啦，好啦，好啦，好啦，嘿，来，这个咱的新朋友来，哎呀，这零八八零妈妈来，你好嘿，来，零八八零妈妈来，你好嘿，李尚你好，喂，喂，电话通啊啦，电话通啊啦，通啊，通啊，邵老师，嗨，你好，哦，恁两位好，哟，你嘛好啦，你好啊。我说啊，这像你哦，几啊年无？过来当啊嘿，无离开三当啊，离开哦，离开故乡三当，现在了，现在，啊无含你开讲过啊，有啦有啦，老朋友啊吼，啊演唱会啦哈，台北啊听一个啦，台北啦，好啦，好 OK 啦嘿，啊有影就爱有影呢，啊好啦好，别讲爱讲有影，别讲爱讲有影，莫讲应付的，来哎我有借一个民主无完的，来你好高雄新朋友，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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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你好，哎小龙，你甲我讲去登记，我有卡过登记呢，有啊登记好啊哈，好无紧啊，即卖吼我甲你头讲啦，听讲是八折啦。伊人走啊啦，哎，八折啦，哦，安尼好不好？哦，八折啦，我来讲，我统一讲恁听啦。人伊都惊对人歹势啊，我就唔免惊伊讲对啥物人歹势。我甲恁讲啊，八折啦，八折啦，嘿，八折哈。好啦好，啊，我小龙，哎，啊是中较好啊，是对较好。我讲吼，伊讲坐上头前嘛唔好啦，啊我吼，你家己即摆吼，我只回电话，互人家看恁。啊！你都看八折，看要坐对较好啊！你都家己啊。我都未晓，我都唔知坐对较好。我咧教，苏老师要甲你教。好，第五排以后啦。啊。第五排以后，五排甲十排中间啦。五排甲十排哦。啊！你若有做立法委员啦，做政治人物，要去你讲两句啊话，是爱坐第一排甲第五排较好去啦。我这无下。我若无坐第五排较好看啦。啊！你又甲你讲，卖拍头排就对啦。卖拍，卖拍头排，拍第五排以后的。我爱，我爱，你莫话听你小龙咧，我白甲怪。你若是上头前吼爱欠头啦，嘿啦，啊人叶启田家己本人都有讲啊，伊讲吼坐二头牌啊吼爱头爱欠头，对啊，啊人苏老师嘛是讲坐安尼就爱翘头，坐第五排，啊第一排甲第五排拢入迄个市长啦、议员啦，第十排、十排。五排、十排安尼来，五排、十排啦，好啦，无紧，啊我则到时阵则。通价格看几张唔？嘿，嘿啊，看看几张。啊，我你讲十排唔吼？我甲小姐登记讲，迄个两千块，我都唔知第几排啊。冇紧啦，迄唔免问讲第几排啦，绝对好看的啦，安尼好吧？哈。好啦，你来加开两两较贵，迄不要紧啦。冇紧啦，好啦，好啦。你讲第十排，你讲要坐我孙儿啦。好啦，再啦。我后生就要载我去家己啊，啊，我就是讲，有人要载我去，我同好的呀。好啦，讲挂就好啦，讲挂就好，好，谢谢，谢谢哈，足侪人拢有去参加啦，啊，这我感觉未歹。哎，这听歌这好啦，这是一种享受。对，嘿，享受。来，这梁妈妈来了，嘿，梁妈妈。郭老师。嗨。郭老师。哦，梁太太你。嗯。哎。啊，你好，你好，你好。你，我电话也无给我，啊，讲你要倒去倒也无甲我讲。电话无给你哦。哎呀，你今嘛无电话给我，啊，你伊说你也无啊。啊，伊是苏老师有欠你钱呢，无得来就电话给你。啊！伊都啊，要讲假，讲伊若要行到对咧，要甲我联络啊。行到对，啊，伊是行到对，伊都无甲伊某讲的，伊会甲伊讲。啊，你伊都无老实啦。无老实啦，啊，你有老实无老实，你都。无啦，我是讲吼，啊，都若有缘的话吼，七转八转一定去转到的啦。哦。安尼啦。啊，后来走一边，搁坚定的啊切开。好。啊！你若要等伊，就足简单嘞。你若要等伊，就演唱会，就嘛，逐场拢讲要去看，你就去演唱会，啊，等就等伊，等会到啊。哦，演唱会一场，万外人要去找伊啊。无啦，你就来发，要去打电话，苏金鹏，安尼。所以无事啊，走去边啊，去找无人，搁电话搁唔，是嘛？是无啦，无声的。会啦，啊！你就甲找家，就会找到。你若要电话，你找小龙头啊，哈。啊！伊是这一礼拜咧，今日要拍去就嘛。找我啦，找我啦！伊讲要创啥，拢找我啦。你把我电话找到啊！我会甲你讲啦。小龙啊啊咧，这当找着你啊！会啦，因为我真哦，拢伊咧甲我安排。会啦，我伊个经纪人啦。好啦啊！讲挂就好，讲挂就好。啊，听演唱会啦，够勇起来啦，起来台北听啦。OK OK， 来。
这个台中新朋友来，你好嘿。喂，台中小龙，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要甲苏老师。金红啊，你真好嘞。来，好，你好，你好，你好。阿红啊。哟，哦，那你第一名，你阿母哦。好好好，你上会记得我。有啦有啦，你会写作真诶啊。系啊，啊，你有要你有要甲要去电竞台无？要去电台。人伊嘛会表演，去你表演唱两首啊。你要去你唱两首啊。会啦会啦，啊你有要去看无啦？台中。台中我叫阮某囝来处理啦。台中有。啊，人得爱先。无啦，阿母啊。阿伟。人得爱卡去空拍空空，遐登记人遐八折的呢，你要。你要去外口摕专折的。我紧来甲阮某囝讲啦。紧甲恁某囝讲，叫伊卡空拍空空，叫伊去摕八折的，你笑的去摕外口专折的了。有，嗯，咱这八折你知吼，伊这是单单来甲咱争争取的，嘿。我一个八折你听有无？一万就是八千啦。哦。啊，伊迄专，伊迄专票都无遐侪钱啦，专票迄比迄什么911的，比迄什么刘德华的较俗的咧，周杰伦的，迄俗够俗的啦，嘿啊，安尼好不？好，好哈。阿红啊。有啦，台中有啦，有。阿红诶。有啦，有。阿红，你有听无啦？有啊，有啊。啊，你近来给我身体给我好嘞，安尼好啦吼。谢谢，好，好，谢谢。拜，甲你讲辛苦，再见，拜拜。好，感谢你阿母哈，谢谢哈。我未瘾同你讲阿久啦，你同安尼，你无讲啦，作侪好朋友拢介意啦，还是安尼啦。对啦，你看咱先唱喊一条，喊一条歌吼。你别喊一下。啊，等下再过来谱到。多些日本歌者。日本歌今仔嘛还没介绍的呢。嘿，咱利用这个时阵甲咱报告吼。咱顶礼拜有一位阿桑吼，甲咱点一条迄个较早我的优待吼。是。啊，迄个轻音乐吼。嘿。当当哒哒哒哒当当，迄种片头甲片尾的这个，这个。本身的歌啦。哟哟哟，啊有人讲话说什么爱的春秋啦？爱的春秋呢？迄不是啦吼，啊叫做爱牛的啊。玩牛的啊！啊，咱今日邀请日本的歌星要唱咱听。安尼哦，这机会煞难得的呢。好，安尼即摆要甲报价。等下，等下，吼，吼，要先唱唱的，才等下现场报。好，对对对对对，吼。苏老师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啊，这舞兵呐。哦，你要先唱舞兵。舞兵呐。好，啊，等一下，才要来介绍这个鸳鸯鸡的啊。有有有。好，来先来安，诶，苏老师安排一首舞兵，共同欣赏，谢谢。Oh
一卡路去到你谢谢，感谢咱真侪好朋友，我接到真侪好朋友的电话哈。是啊，即同款，拢招招的来甲听演唱会啦。啊，有影吼，偏偏有当时啊吼，要听演唱会，即介绍吼，嘛是特殊的时阵是较好啦。对对，这是安尼啦吼，我的个人的见解啦。你无差。你若真正来欣赏这个歌星啦，你想我前前礼拜我去拼去台北啊，佮坐高铁的去哩，啊，再佮坐高铁的回来。啊，一条路条千里迢迢，我感觉听迄两点钟吼，我感觉是人生足大的享受。享受，该卡济嘛无要紧，都对。因为咱趁钱就是要开，对啦。阮母也甲我交代吼，讲爱会向开钱。哦，那袂向开就是。啊，这我捌听你，我捌听伊讲过。对啊，我捌听朱老师。咱趁钱，你要运用啊，水才会挖。对啦，钱水才会挖。对啦，你赚的甲藏的都必须钱。对啦，咱赚的都爱开。人生就是爱享受。对啦。啊，什么叫做享受？食你爱食的物件，听你爱听的歌。哎呦，打开就要紧。哎，安尼有理。哦，所以讲咱真侪好朋友啊，阿未啊，我知影足侪拢人伊过年前人听到 news 尔，人就紧去拍好啊。安尼好。食的呐，搁里遐咧炖蛋，搁咧丢肚的。食的阿未拢互小龙苏老师甲你招。哦，恁就看到一场拢0800255365甲做登记吼，甲登记落来就可以啊。是啦，来做回来哈，做回来，同齐来，扛对咱担当的来，对陈老师来，无得甲陈老师就替咱出钱啊。那是安尼吼，来要安排一本歌曲嘛吼，要来。啊，你也无交代讲西湾头安尼，无咧，无吼，无。马金啊，咱都只唱这条歌做舞曲，舞曲啊，做舞兵啊，舞兵。啊，什么叫做舞兵？你甘知？舞兵唔知。舞兵就是用兵甲舞出来做舞兵，舞兵舞出来叫舞兵啦。无啦，这是开玩笑。嘿，咱迄个冬天的时候，是，咱台湾较无咧落雪啦吼。冬日本冬天的时候，啊，你树后吊一挂兵。哦，钓一挂那像冰友啊，嘿，叫霜啊，霜，好冰霜，嘿，还有做舞冰啊，霜啊，霜色的霜，吼，是啦，叫舞冰哈。好，啊，今麦要来介绍这个日本歌。好啦，咱来办一下先吼，好，好，咱打波麻烦你哈。好，谢谢。好，来，多谢。里ごろんやだねたらやだねやだねたらやだね箱根八里の半地色
寄せに在くよ色恋沙汰壺外せんば国違う宿場娘サビがつくんやだねったらやだねやだねったらやだねまして半端な三度がさを三尺よけて生まれ最初忍びがさおっかすまね顔さえだやだねったらやだねやだねったらやだね箱根八里の半地色雨に濡れても花が散る咲いた花ならいつか散る同じ定めの恋の花向こうは横丁のラーメン屋赤い屋のこのチャイナ服そっとめくばせチャーシューをいつもおまけに三枚ズ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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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ドッカズ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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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ドッカつらい時でも泣き言は口を結んで一文字いつか必ずふるさとへ錦飾って帰るから守り袋を抱きしめて奥に鉛で歌うのさ西の空見て読んでみる遠く優しいお母さん
来，谢谢阿丽姐，好听的日本歌曲，两首，都像咧唱迄个，差不多你甲你共演的哦。迄、那个叫做冰川先生。冰川啊吼。这个冰川先生呢，听讲伫日本吼著名的，做几多的？哦，伫台湾吼卖书，即、這個、王力宏的迄个级数啊。嘿，伊伫台湾顶，我甲捧起呢。安尼哦，因为我过去伫友台拢播伊的歌，哦，拢播。所以大大细细拢知影讲冰川。安尼，冰川看着你爱个叫先生啦，叫温情人啦。好对吧？来，好听的歌连续，是是拢是许多歌啦。是是是，咱再说起要安排的歌就是，哦、咱顶礼拜有人有咱的好朋友吼、嗯，要点迄个《爱的春秋》。爱的春秋哈、哦，我甲恁报告，迄台语歌无，并不是爱歌名，并不是爱的春秋。迄、那个蜗牛雷啊，蜗牛雷啊，乌西罗里加萨，乌西罗里加萨，是是，蜗牛龟雷啊就对了哈、哦。啊，你买？嗯，不是啦，我那摇车歌星，这大牌的歌星哦。安尼哦，这个叫幸福。嗯。啊！伊结了一个山来回界，哦，好、哦，两个甲恁做演唱，好，好、哦，好、啊、来，邀请阿彪做回来哦，啰嗦。じゃ僕はおしどり傘をそっから参りましょう。横丁にかぶりおぼろ月夜の旅が出す川や小山に止めずに送れ明けりゃ明日の風は吹く世話哦，这算好听，有印象哦，未歹。这头拄啊，这叫做这叫吴俊怀老师的歌啦。系啊，叫做也想想袂起来。叫做叫南怡诶，苏乡乡愁的南怡啦。哦，阮三四个主持人在听。对，啊，真正头壳退化遮侪。真诶，这莫怪，这咱真侪好朋友，大家听了拢耳熟能详。哦，就爱日本歌名叫做。哈那诺山多阿萨哦，都只只唱，这就是叫幸福。叫幸福啦，就去搭好拉萨，迄、啊那个。啊，说说说，去搭好拉萨无？迄、那个叫幸福，就去搭了那好拉萨啦。啊，七十多岁安尼，佮搭半年唱的呢？安尼哦，啊，去搭唔差，佮有好无吼？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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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哈！啊，佮有迄个乌西罗里加沙哈。是。并不是爱春秋爱太阳过，迄台语歌无，叫做鸳鸯过嚟啊，哟，鸳鸯嚟啊啦，鸳鸯嚟啊，哈，好，感谢咱好朋友来，是，哎，其实哩哈，即个时间也够少少啊，来开讲报道电话甲跑通哈，也够剩短短时间，咪要交接班啊呢，哟哟，哎，周老师，谢谢你，好，你好，哦，你点名吼，嘿，啊，你会记住吼，啊，做鸳鸯嚟啊哦，啊，爱记住你啦，莫讲啥物爱的春秋啦，迄台语歌无啦。因为现代播出写拢是哎呦，袂写的啦，哎呦，袂写，哎，无迄个歌啦，有啦，写唔对起啦。哎呀，我就是想讲，咱拢找无这个歌。迄个拍字的人拍唔对起。拍字的人拍唔对。哎呀，我就是想讲，老师你较早伫遐的时阵，啊，我就想有听
看这片尾的时阵，我唔知讲请教苏老师上台。迄条请教，迄条汉奸就知影啦，唔系日本通啦，唔系唔系，讲上紧啦，日本通啦，日本通。我牛咧啊，记咧哦，吼。哟，啊，大中演唱会啦，演唱会有要去无？好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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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即快去报名，八折八折，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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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感谢咱好朋友哈，即个大中啊，台北啊，即个。家己的演唱会，叶启田先生的三场啦，三拢总四场，台北啦，台北两场，系啊，十八十九，吓，你三位啦，三位啦，三位四场啦，三位四场啦，台北吼十八十九啦，敢是，咱台北咱就先来台北去场听，哦，咱当做做主持吼，挂陈老师拢要听台北的，哦，十八十九。哦，来个听台北的吼，赶快哦，报名还未报到的吼，0800255365，0800255365，遐甲你做登记。啊，八折啦，哈。八折，吼，这数无同，八折的优惠。八折就是存八百啦。有啦，有啦。啊，那一万就存八千啊。有啦，啊，看你要拍几千的啦，伊迄无卖到一万的啦，伊迄上进榜的，就是五张小朋友要走啦，嘿，上进榜的啊，其实八折。嘛会好啦，啊重点是歌好听啦，重点就是你爱听，甲开咧都无要紧啦。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咱真侪好朋友啊，诶，当齐来听叶启田先生唱歌，0800255365哈，甲报名，甲报名哈。小等下节目更加精彩呢，是啊，由着咱这个小等下是由着咱先生，那这布老歌哦，素英啊小姐较早讲伊哩电台，囡仔伊从囡仔就咧布啊啦，从囡仔，伊讲四十几年啦，头拄仔伊无小心讲出来，安尼哦，伊头拄仔讲伊做电台。做四十几年，我咧甲算伊几岁俩？头五十啦，头五十啦。嚯，十几岁啊，就做电台啊呢？嘿啦，囡仔我知，囡仔就听迄电台啊。安尼哦，加买偌济药啊咧？有影，当时十几我甲看，较早咧卖面糖药啊啦。安尼哦，哦，安尼有早哦。啊，较早真下囡仔做到生面糖，你知？靠面糖的时代啊，你看较早吼。所以讲，那老歌呢，咱所应该小姐咧播，绝对是专家。妥当的，妥当的，真正的吼。啊，继续甲恁收听，甲恁收看落去哦。哦，啊，苏老师兼这个哈，咱的小龙哦，每一个礼拜日，咱其他后礼拜哦，拢共同而且做节目。是啦。哦，啊，所以讲这个日本歌啦吼，那苏老师咧唱，咧播，差不多啦。目前即卖应该你全的无啊啦。无啊啦吼，即汉奸剩即个尔啦，日本通剩即个尔啦，哦，所以讲咱哦共款哦，爱甲支持、甲锁定、甲收看，每一个礼拜日呢，咱拢共同来做欣赏哈。来，这部准备要来交接，互咱素英啊小姐，也佮有萱萱小姐哈，共同主持服务陪伴。会记哩，明仔载呢，同一个时间继续锁定收看着咱的诚心，来做伙甲咱所有好朋友讲一下暂时的再会，咱 goodbye 再见，拜拜。拜拜。高雄竹林宫台中信王信感千秋，现场有准备平安宴，予大家吃平安。也阁有广播天王陈建成率领诚心电视台主持群陪恁到老日。高雄竹林宫台中信王信感千秋，农历二月十四，国历三月十一，透早十点到下晡一点，伫高雄竹林宫甲恁做伙庆祝哦。